可·奥勒留，一个罗马皇帝的沉思录。不要在言语上显得聪明，而要在行为上展现智慧。我们明明都爱自己多过别人，却总是更在意别人的观点。所有我们听到的都是观点，而非事实，所有我们看到的都是视角，而非真理。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。别再浪费时间争论好人是什么样子，做个好人。一个人恐惧的不该是死亡，而是从来不曾活着。最好的复仇就是绝不变得像你的敌人。错误的事情不要去做，虚假的言语不要去说。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本应发生的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的确如此。一件事不会伤害到我，除非我如此解释，我可以选择不这么做。我们现在的作为，在永恒里回响。唯一能让你在永世存留的财富，就是那些你曾经给予他人的。谢谢观赏，祝您身体强健，心灵富足。